我第一次走上 T 台，就是有你陪着我。不记得了。可我记得，我。走走走走，等什么呀？你别啊 ！Excusez-moi, où est votre badge? Mais non, je travaille ici. Vous devez avoir un badge comme ça. Est-ce que vous l'avez? Ah, je l'ai oublié. Bien, suivez-moi, s'il vous plaît. D'accord. Bonjour madame. Sorry, I can't speak French. Pas employé, pas d'entrée. What? Mais qu'est-ce qu'il se passe là? Ah, hello. Hi. I work with Kaiman. Kaiman. Je ne sais pas qui est-ce. Fang Xiaoyu.方笑鱼，方笑鱼，方笑鱼，方笑鱼。方笑鱼，啊 ，oui oui oui oui, je le connais lui. 方笑鱼 ，it's my friend. Cette jolie fille cherche le directeur Monsieur Fang. On peut l'appeler? Regarde toutes les grandes marques qu'elle porte. C'est peut-être la copine de Monsieur Fang. Laissons-la entrer. S'il vous plaît, bienvenue. Welcome.Oui, mais elle devrait avoir la permission. Ah, 找人，方总监一起的。你们有人会中文吗？Madame, Madame,、嗯、oui vous, vous allez bien tourner ça. Allez viens, allez viens.、Ah. Girls, как девочки приготовились? Номерочки, take your numbers. How's it feeling? Good. It's gonna be good. But you're awesome. You know it. Everyone you want. Please get ready fast. So, guys, you know everything, right? What to do, how to walk, how to smile, how to get what you want. So I wish you luck, and you're the best. Thank you. Thank you. J'espère que la prochaine fois, quand vous arriverez à ce point-là, vous montrerez bien les courbes de votre corps. Votre silhouette est magnifique. Et attention à votre regard. Oui, oui, très bien.
我是模特儿，不应该在这儿吗？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早就被砍了，不明了吧？你还记得吗？我能做模特，都是你引领我来的。我第一次走上T台，就是有你陪着我。不记得了。可我记得。 不是这怎么回事啊？人随便进的。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方总，我试试，我试试，我现在就带他走。走走走走，哎呀，你别啊！你，我，请你站起来。我站不起来了，我脚崴了，鞋跟也断了。又演苦行戏呢？我没有。 方总，鞋跟真断了。你又想到哪一处啊？来找你是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说。你跟我能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魏轩，给他拖出去。哎，真的是很重要的事儿，工作上的。我让你拖出去就拖出去。哎，方小雨，你太过分了吧你！这不是站起来了吗？ 你来到我办公室，走吧，能走吗？李欣，嗯，去给白小姐拿双鞋来。拿鞋？对，快去。哦，好。 方总监，这里可是法国哎，你能不能有点同胞之情？对不起，我对你还真没办法有。你就不能对我好一点？你装作模特混了进来，还好意思说我不念同胞之情？你如果被高管抓住了，你知道你会是什么下场吗？那我这儿别动。 那我不是实在没办法吗？我给你打电话，你又不接，你又不肯见我，只能想到这个下下策。别扯这些没用的，说吧，来找我干什么？这么着急就要谈正经事啊？嗯，不叙叙旧什么的。回答我的问题。 好吧，我来找你是来谈合作的。合作？嗯，跟我谈合作？你不会还想进军我们法国凯曼吧？我劝你省省力气吧。方总监，不要这么看不起人嘛。你可能还不知道吧？我现在呢是海妖董事长的女朋友。所以你今天来是一个老板娘的派头？不是。 我就是想跟你说，只要你需要我，我们海耀愿意做你的排头兵。白小姐，你觉得我会把我的衣服放到菜市场或者超市去卖吗？以你们海耀的水准，你心里没点数吗？还想跟我们凯曼合作？谁给你的勇气？方总监，你对我们海耀的偏见也太深了。 我们可是有专卖店的，真的很专业。哦，是吗？那请问你们还要有拿得出手的设计师吗？目前你们的衣服结构简单，线条单调，还非要朝着雍容的方向去拼命努力。每一件衣服恨不得直接写上一个柜子。这不正因为没有，所以我们才要联名设计啊。你想的还挺美的。 我姑且相信你真的来谈合作的，但我不可能跟你们海妖合作。如果我跟你们海妖合作的话，我在这个圈子呀
就真的不要混了。不是方总监，你怎么能这么想呢？那我应该怎么想呢？应该想想合作的事情啊。你想一下，你跟我们海耀合作，好处可多了。至于条件嘛，随便你看。白小姐是不是有点太自以为是了呀？就算我能开出条件，你一个人说的算吗？我既然能说得出这话，自然能做得了主啊。我老公啊，对我可好了，什么话都听我的呢。这朱海天比起他爹来啊，真的差得太远了。进来吧，干嘛呢？行。白小姐穿上鞋，赶紧出去吧。哎，方总监，你干？你不会还想让我叫保安把你请出去吧？我，哎，白小姐，我们方总很多事要忙呢，走吧。平底鞋，这个跟我也太不搭了吧，方小鱼。